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副组长杨静慧。防疫期间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请配合以下事项：一、避免出入公共场所；二、延后非紧急性的医疗或检查；三、外出时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；四、勤洗手并注意咳嗽礼节；五、每日早晚量测体温。如果出现发烧、嗅味觉异常、腹泻、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，请佩戴医用口罩，尽速就医。就医时请勿搭乘大众运输，而且应该主动告知接触史、旅游史、职业别以及身边是否有其他人有类似症状等资讯。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，与我们共同守护社区防疫安全。